再下去贩卖，一件1000块。这是节目，可以吗？因为这陈守刚嘞，这人花了300多块买，然后原汁原味，而且我是小飞侠，你看，啊，我拉一下，啊，这是小飞侠。啊，我也有啊，我也有尾巴。那我们再来推销一下台湾。不是，我觉得有一个很好笑的事情。我刚刚转头这样 ，OK， 然后我就这样转过来，也不能。对啊，那我们再推销一下摊贩的。有没有人会想要上来解释？哦，对对对，因为我们刚刚都没有带水壶来，我觉得这非常不环保。但是呢，因为刚刚那个摊贩是哪一个？物以甲吗？物以甲的，耶，嘿。呀哈喽哈喽，吴一甲，给你回应。吴一甲，谁是吴一甲？因为我刚刚去，因为刚刚就紧急帮我买了一杯红茶，我们刚刚解渴一下。我一去买，他们就跟我说：“很好喝哦，很好喝哦。”哎，你们记得帮我宣传一下。吴一甲，可以给我一点回应吗？太小声了吧！吴一甲班级这五个人吗？一二，上面有麦克，还要自己数。一二三四五，六个啦。你有一个是老师啦，七个啦。要不要上来宣传一下物以甲的红茶？红茶好喝。一分钟，赶快来给你们宣传。没有是不是？那我们来介绍有什么摊贩呢？好，物以甲，来，小心阶梯。这是要送我们吃的吗？还是要送给观众朋友的？不要这样。来，给你一分钟介绍。物以甲买果冻、蜜饯还有芭乐。哎，二号，蜜饯不是老街才会有的，就是好吃啊，老街要带过来变新的东西，好啊，让大家体验一下。好，谢谢，大家飞去物以甲买，谢谢。那我们就欢迎民谣吉他社带来的，怎么了？晴天不能说的秘密，掌声欢迎。